就是做过什么功课？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天地洛阳》，然后我想通过那个去预习一下洛阳的知识。其实我跟洛阳有一个缘分吧，因为我的名字带九州，然后昨天到了九州池，我就有感觉想回家一回样，家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既然叫这个名字，就一定要来一次洛阳，是。然后来看一看。คลิปนี้กดไลค์ตกหลุมรักหลัวอีโจกด subscribe fall in love